我这个人向来小气，看中的人也自然不肯拱手相让。你是指？如何才能取消江离的赐婚？谁做天下我无所谓，我只要他。那我已经向你交底了，你呢？我在你面前。 早已经没什么可瞒的了。你喜欢我这件事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我喜欢你这件事情，你知不知道？兵不血刃，只是寄望。有的时候，还是得兵戎相见。你往高处走，看我为你杀下这一局。 怎么都好，别死！萧衡，去！他要去哪儿？他要把龙武军引向城外。什么？这不是去送死吗？有弓箭吗？弓箭？那个人。 只教过我射箭，萧衡，我本不想杀你，但是阿离对你动了情，因为你，他根本不愿看我。你在青城山埋他的时候，没有想过这一日吗？你住口！你被弃了。谁说他被弃了？ 我说过。 我不会弃你，我一定会过来找你。阿离，你的手是用来弹琴的，不是用来拿剑的。是你，逼我学会了射箭。拎琴把心，我数到三，跟着我一起，松开你拉弦的手指。 记住，不要犹豫。一、二、三，我等你回来。众龙武将士听令，在杀进京城，剿灭北境叛军。是。